哇，刚刚唱的那一首什么歌啊？演瞬间啊！演瞬间，塞浪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塞浪什么意思？你刚刚飙高音的部分了，飙到还要比原唱再高一点呢。我不小心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他们这样强，那是要你们。我好像对啊，因为我重啊，没有重你，所以这个是会要去表现。哦，所以要找机会，你这样唱很快就过去了嘞。真的？对不对？搞不好我看你记得嘞，搞不好他们也记得。对啊、你现在最重要啊！你最记得的是什么？拍脚。没看到什么、啊？没有，因为呢，我大多数在拍这个后台的东西都没有拍到脚的，所以我就不需要穿那个那么高的袜、那么长袜子嘛，所以就比较舒服嘛。那重点不是在我的脚啊，重点是你觉得刚刚唱了之后，你觉得那三个参赛者里面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我觉得三个都很好啊，因为可桃花来的、啊、没有真的是因为比如说我是说 Max 啊，因为 Max 他是唱广东歌，我广东歌自己有点擅长，然后刚才唱到很多很有感觉，整个就是他声音很磁性，对，跟那首歌是很搭，因为陈奕迅的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carry 到的，我可以啊，哦，不对了，这就是我擅长的，好了，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了，好。做我们的这个嘉宾，所以你的表现也不错，抢位抢很多，连在主持也抢我位，你抢得了啊？应该，呼哈，耶、yeah, ，非常好胜。